各位大家好，我叫 Timothy。那就是我收到那个 Rolling Wall 的感召，因为他说他把这些东西，把这些政治献金的这些文件的 PDF 拿出来了，并且把一个一个拿出来。然后他的 blog 里面呢、啊，在那个 Rolling Wall 的 blog 里面，他就提到说，他就是希望有人可以把这每一个 cell 的图片转成文字，那他说他觉得说，其实可以做成 capture 的方式，那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很无聊的开始做，那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雏形，那我开始手动填了大概200笔资料，结果今天早上开始把这一功能一直不断的加强，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页面，让大家可以来输入，那很感谢大家，是让大家一直在为这个页面做一些 feedback， 然后我就会开始把一些功能加上去，像这个页面就是空白，所以就是这个空白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成长速度真的非常快速。就从昨天晚上才200笔资料，现在已经到了56000笔。那我相信这个基本上应该可以很快就可以做完。那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些小小的改进，像是说，因为这个页数现在是2214页，那基本上我们做一个promote的功能，现在是只要你进来这画面 render 的时候，会尽量1到200页为主，就是会尽量给你1到200页，因为我们希望说可以先把前面的页数先填满，那填满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把填满的资料先把它汇出来，这样子。对，那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上去帮忙。那如果说有任何的想法，你觉得哪里不好用，就欢迎可以给我 feedback 这样子。大概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